小鱼山。小鱼山坐落在青岛市的南端，因为靠近鱼山路而得名，海拔约60多米，山势不高，却是眺望青岛老城区的最佳景点。往前观望，可以看到整个海湾，第一海水浴场、小青岛与栈桥等景观尽收眼底。海滩上散步的人们正显现出青岛的悠闲生活。往山的方向望去，则可以看到许多青岛的著名建筑，如信号山、山东电视塔、迎宾馆等。其中迎宾馆外观是以不对称的建筑风格著称，是德国总督在统治中国的时候所使用的官邸。登上小鱼山，除了饱览碧海蓝天、红瓦绿树、青岛市独特的梦幻景致，以海为主题、充满古典风格的山头园林公园里，还有大型的彩绘壁画、蒲松龄宇宙和八仙过海可供观赏。自然的美景搭配人文的艺术，让小鱼山在大自然的恩宠下更增添了些许的艺术氛围。